物大变那个三个字。雨下的有点恐怖哦。雨现在超级大的，大家停在车桥下。雨好大，我要看一下好了。那雨如果再小一点会更好。那水还没起来。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怎么样？应该是细雨吧。水很快哦，你看上面的水流一直下来，所以鱼也吃得很凶啊。挂底千万别下去，非常危险。可怕的径流，我要跑到这里来了。他们都是避难高手。刚刚的那个标记淹掉了。好大，跳起来，帅！下这种暴雨，对面绝对不能掉，因为对面那边没有位置可以踩。河道是往那边冲过来的，可以掉的位置就是这一边，因为有柱子，所以河流会改道，所以比较冲不到这边。水要上来了，上面那边水下来了，它两个冲过来了，那水流非常强。哼，一张桥涨潮了，那边涨潮，水从那边流进来，这里。或许会有鱼哦。哦有嘞！哎呦，有鱼有鱼！哎，真的嘞！太屌了！
的有鱼。大湖啊，大湖一号，雾大便那个三个在在。看一下这边的水的状况，哇，淹到这边来了，哇，淹到这边来，很深哦，非常恐怖，整个都汪洋一片。
喽，我是吴白啊，现在在这个乌日大桥桥下水门这边拉爽爽的 OK， 那边也可以跳。好啦，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